咪咪，你那个啥，你咋过来？你过来吧，不过来走了。哎呀妈呀！喵桑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喵桑，嗨嗨，你在乘凉吗？喵桑，故乡的樱花开了，你不？每天都健身，花光所有的积蓄用来买蛋白粉。我每天都健身，我每天都健身，不用再喝咖喱，我也浑身都是劲。我每天都健身。金箍戴上之后，你再也不是个凡人，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。在戴上这个金箍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